刚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你，嗯。 今天我要死在这儿吗？你是谁？ 多谢阁下，救命之恩。沙漠将不再太平，你速离开此地吧。我也是误闯沙漠，那这就告辞。哇、哦，天助我也！终于能摆脱那风声云。想跑？使之幻术！啊 你敢挑衅我？什么？云宗主，此处是蛇人核心地带，请以大局为重。嗯，你快走吧。啊，那多谢了，诸位，有缘再见。云宗主侠义。 刚才是场误会，请别介意。在下古河，想求见贵族美杜莎女王。得尽快将这群人类强者的消息禀告女王。想见女王陛下？哼，我们蛇人族与你们人族交恶多年，互认鲜血，还有何事好谈？若是识相，速离开，不然我族八大首领齐聚。 尔等加玛帝国的强者队伍，恐怕得大幅缩水了。哼，休得狂妄！老师，您终于出来了。 刚才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你可知最后到来的男子是谁？丹王古河，没想到他也来了。萧炎，为师猜测，古河也是为了异火而来。该死，女王又吞噬异火，现在又跑来个丹王跟我抢异火，还带了这么多帮手。滚吧！老师，我明白了。嗯，古河和女王终究会因为异火直接斗上，而我们趁机浑水摸鱼，夺取异火。嗯，总算脑子清醒了。从海波东的地图上看，穿越前方的沙暴区域是到达神殿最快的路线。老师，我们走。老何，直接动手擒下他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若去迟了，你想要的东西恐怕就没了。而且让他回去透露我们的行踪，此行难度会上升很多。嗯，既然阁下不肯配合，那就别怪我们以多欺少。严师，风离。 有劳了。加玛帝国十大强者狮王吟诗，风行者风鼻。竟然认识老子，拿命来！给我破！吟诗，废话太多。 我的脸，我要杀了你们！趁现在，生之术，焚化。被他逃了，立刻启程去见美杜莎女王。